朝思暮想的爱笑服务员来。Hello。不了，今天不吃烧烤。不了。咋的了？终于留好了。我今天不太想吃烧烤，不太饿。嗯。你天天都来，今天怎么不来了呢？那我也不能天天吃烧烤，我有点吃够了。嗯。我给你留好了。我今天吃点别的，我明天再来行不行？我今天有事跟你说。啥事儿啊？搁这说呗。真有事儿，你信呗？真有事儿啊？嗯，你走吧。给我的，这是干啥呀？感谢你昨天英雄救美。就这事儿啊？啊。行，那我走了，不客气。还有事儿啊？还有啥事儿啊？我想请你吃饭。请我吃啊？这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吃串儿啊？这五百的，咱能不能换一个吃？哎呦，好不容易请你吃一回饭。你不喜欢吃串吗？我来的目的是啥？你不是你也不是不知道。你快说去啊！嗯，老三样，奶盒子、奶咸的、羊蛋板。这十多年没有人安排我吃过饭了。咋的了这是？你咋？干嘛没吃完呢？别吃。为啥呀？哪有那么多？